首歌是流行音乐天王周杰伦十年前的 MV， 但近期遭网友挖出 MV 内疑似有路人呛虾副总统赖清德。怎样？很嚣张哦？怎样啊？不是，喂，吵什么吵啊？赖清德。就是这一句吵什么吵，赖清德在周董 MV 一开场出现了意外彩蛋，让网友听到超惊讶，还反复听了好几遍。吵什么吵啊，赖清德！吵什么吵啊！网友纷纷留言，还真的有嘞，差点笑喷。不少人还用周董的歌回应，完蛋了，真的回不去了。甚至还说周董绝对没想到这首歌会以这样的形式被新时代知晓，没想到竟然调出赖清德本尊回应。我真的赖清德蓝勾勾 IG 账号搞笑回应，同样以周董热门的歌曲说自己没有天分，安静的没那么快，让网友笑翻，吸引8300多个赞。怎样？很嚣张哦？怎样啊？不是，喂，吵什么吵啊？赖清德。周董十年前的流行歌，网友翻出来回味，但到底在说什么，可能只有周董自己才知道。只是赖清德万万没想到，十年后躺着也中枪。吵什么吵啊？赖清德。三立新闻徐兆伟、罗佩瑜。